们很荣幸我们要访问这个多伦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常以立处长，那么了解一下 TECO Office 在这边的工作范围，还有就是说想了解一下常处长他个人的这个外交生涯。常处长你好。主持人你好。这个我想我们很多多伦多的华人啊，当然都知道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但是对他的工作还有服务范围啊，也许不是每个人都了解，可找一下的工作还有他服务范围，好吧？谢谢你啊，给我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办公室的服务项目。从我们办公室的名称呢，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办事处的主要的服务项目是经济跟文化的这个业务。当然就是推动我们跟加拿大之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是很重要的，就是服务我们这边当地的侨胞。服务侨胞，我们这边的业务比较细，有发中华民国护照，有这个发签证，还有文件证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在加拿大一些侨胞，甚至来这边旅游的一些民众，发生到一些紧急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我们也是24小时的提供这方面的紧急救难的服务。是，就是主要领签证，然后就是任何有关侨民需要服务的地方有上来找到你们，你们就看你们能够做到多少，就尽量提供他方便。反事实上，我们有只要是跟加拿大跟台湾有关系的，几乎都是我们这个工作跟服务的这个项目。是的，是的。陈处长，我知道你到任应该也有两三年了哈。实际的你是哪一年到任？那么有多久了？那么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任期？我是2002年2月5日到任，所以到明年的2月份就满三年。马上就三年了。满三年。那我们驻外人员呢是有任期的一个制度，通常是一任就可以再延一任，就是大概都是在3年到6年之间。是。据我了解你这不是第一次外访了，你在之前也外访过，好像是澳洲哈，可不可以谈谈你在澳洲的工作情形，还有比较一下你在多伦多的工作情形？你觉得两个城市还有两边的华人这个有什么不同？我第一次外访是在1986年在澳洲的墨尔本那边工作到1992年，大概前后有7年的时间。这一次是我第二次，但中间有两年是到美国去进修。是，是当大学生。那进修的期间算不算工作？有没有中断？还是等于是代职进修？代职进修。是外交部就是保送我到美国去做两年。是在哪个学校？在 George Washington 的 University。George Washington。那还是1995到1997。那这边跟加拿大跟澳洲基本上工作性质没有很大的差别，在那边也是拓展我们跟澳洲的这个实质关系。你说要稍微做个分别的话，是比澳洲要多很多，多很多。因为早年1980年代那个时候，澳洲政府还没有大量的这个吸引很多的这个移民，对，他移民市场没有那么开放，还没开。后来到了1980年代开始了，但是它的速度没有像现在加拿大的这个幅度那么大，所以当时2年多以前我到了这个多伦多来的时候，我还是怀着这个过去墨尔本的印象，华人不是很多啊。等到踏上这个土地，然后接触到这边的一些社区活动，让我很惊讶，这边怎么华人这么多啊？华人这么多，工作性质基本上，都差不多。
那这边华人这么多，当然来自不同地方了。那个，比方说来自台湾的，来自香港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你可不可以讲讲说，你对这边华人社区的成长啊？比方说，你觉得它成长得非常迅速，有没有说你觉得说，开口服务的这个项目，会不会随着因为这人口的增长，华人背景不同而有所调整？当然了，因为我们工作一个办公室的这个工作，一定要跟社会整个脉动要能够衔接，一定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才能够被大家所接受。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有注意到，怎么样子配合这边社区的这个需要，我们来调整我们的这个服务项目。这边当然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就是服务的范围，还是当然是以台湾来的侨胞为主，但是很多大陆的同胞，他们在这边居住一段时间，因为工作或者是其他的理由，要去台湾，这个去旅游或者是去访问，我们这边也会提供他们相关的服务。那当然，香港地区也是情形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我想在因为我们是一个政府单位，公务员的话，这是要依法行政，只要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内，来自于各地方的人需要我们服务的，我们都会尽我们的全力来帮助他们。一般的侨民哈，一个华人，他有时候他说，渥太华有一个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多伦多有一个办事处，温哥华有办事处，那么是不是可以讲讲，就是说这个是以上下地属来划分，还是以地区服务的地区范围来划分？那么彼此之间有没有横的或者纵的联系？基本上，代表处算是 head office 啊 ，head office， 那都是设在首都，那就是我们在渥太华一个经济文化代表处，那温哥华跟我们多伦多就是两个办事处，那办事处在某些业务上面呢，我们要接受代表处的指挥跟监督，但是有些大部分的业务事务性的事情呢，我们就直接向台北，直接向台北这个外交部负责。平常我们不管是横的、文重的联系上面都很频繁。就是还有就是说，你作为一个驻外人员，当然你家庭也在这边，那跟着来，那么有孩子啊，有太太，那么平常业务这么繁忙，几乎你除了，据我了解说，你除了上下班时间以外，晚上还周末假期应酬特别多，那么你怎么样去兼顾公司两方面都能够做得很好啊，让家庭也很幸福美满，让服务也能够达到一定的这个侨胞一定的满意的水平，怎么样去平衡？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驻外人员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工作的时间很长，接到任务的话，我们就要去执行，所以基本上都是以工作摆在第一优先。家庭的话，当然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就是时间比较少，这一点也是我向我家人啊，向我太太、小孩啊说抱歉，因为时间是给他们时间是很少。你跟他们说抱歉，他们有没有经常埋怨说，怎么搞？先生常常不在家，孩子想到爸爸，整天都见不到。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或者放假日，只要小孩子一起床看到我穿西装，他们就知道爸爸你今天要去上班了，要上班，就是。他的语气就是蛮失望的啊，为什么这个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啊，这个爸爸都不能在家陪他们啊，所以我是尽可能有时间呢，就是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啊，就跟他们在一起。据我了解，很多驻外人员这个眷属哈，都为了要协助这个先生的工作，那么都忍痛把自己原来很好的工作都辞掉或是暂时停掉，那么我觉得这在对于家庭的这个，对他自己个人事业是一个损失，一个牺牲。你认为说是，当然也有些人的家人也许就说不舍得工作，
就短时间不愿意过来，或者是偶尔过来会一会。你觉得说，现在像你这，就是我知道程夫人是辞掉了工作的，那么你觉得说她这个牺牲，你怎么样去回报她这种对于为了先生的工作，为了家庭而做出的牺牲？因为啊，这个。他觉得这实在很了不起啊！因为这个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啊，那要看每个家庭他的阶段性的情况是怎么样。有的情形可能是，假如说小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当然是这个没有问题了。像我们这种年纪的小孩子，大概都是在成长当中，那。在这个小孩就需要大人这个辅导，甚至他们青少年有那种叛逆性格的时候，假如旁边有大人能够陪他们，给他们一点信心，对他们的将来成长是有正面的帮助。我想在这个阶段，这个就是另外一半能够专心照顾家里面，我想先生们在上班也能够非常的安心，很安心。这种就是属于长期投资，也不是短期之间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自己认为，就是说，一个家庭能够在一起啊，是比较好的，是比较好。是的。你到多伦多已经有差不多，马上就满3年了。嗯。在你记忆中，有没有哪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服务的这个，让你非常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有没有一件特别值得你忘不了的事情？事实上，来这边3年呢，刚开始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新鲜事。虽然是说以前很多事情，这个10几年前在澳洲也有处理过，我那个时候算是一个初级的一个管员了。是。那这次出来能够负担一个办事处的业务，我想看的视野也比较广，也比较宽广。基本上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讲都是一些新的一个经历。要特别讲到说记忆力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我刚来2月5号，2002年的2月5号，我刚到这边，2月6号就出席这边法院，我们有两个台湾女孩子，在这边发生不幸的事情，就是吴氏姐妹的案。对，我印象都很深刻。我来的第二天，我就去法庭去听法官宣判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让我看到，上百的侨胞啊，就是一到法庭去聆听那个宣判。我们也跟法官甚至检察官、警政单位。保持联系，让这个案子能够在我们一般的这个期望之下，把这个正义能得到这个伸张。在那个案子里面，我也看到我们侨胞就是不分这个老幼啊，给我们这个吴氏姐妹的家属给他们打气，那也给办事处这个打气。这个是让我来这边处理第一个案子，而且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我记得那个案子发生以后，台湾社区不光是台湾社，整个多伦多都非常非常的轰动，因为这是一对来自台湾的姐妹花来这边暑期，来这边进修英文，居然发生这种意外。那么我想不单是台湾社区，所有华人都很注意。那么这个案子基本上就是后来是破案的。有一般人就认为说加拿大的司法制度是检调单位都工作就是步子比较慢，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说他慢，他就是非常非常的仔细去求证收证。那么基本上你认为是加拿大这个在司法检调这方面还警方办案方面，你认为它的效率怎么样？是应该是还是很我想效率这方面我不做评论了，不过就这个根据证据来办案，这种精神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那因为一任，你说一任有任期，但是一任大概是多久？像你的任期，那么也不知道哈。这个就是你来年对来年Tech Office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计划？我想我们办公室这个怎么样子，跟加拿大的官方也好，非官方也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啊，这是我们办事处未来要继续努力的。我也希望在这方面我们能够做得更深更广，同时呢也可能要除了在当地以外，我们想要也可能要往这个别的城市或别的省份去发展，能够这个把我们的触角能够伸到别的地方，让更多的加拿大的这个社会呢能够了解我们台湾，了解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情况。处长，可不可以请你讲，因为加台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Tech Office 一样能够提供领务签证啊，跟服务侨民。那个你可不可以讲讲，就是说你对加台之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文件交流，还有其他的不属于官方的这个关系的发展，你看你是不是觉得很乐观？哦，在事实上，加拿大的民间社团啊的活力十足，跟台湾可以说是不相上下。NGO 嘛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啊，这边是非常的有活力的。过去这三年，我们也跟这边的非政府组织取得很好的联系，彼此之间的文化经贸的交流也很热络。我相信在民间这部分呢，这部分未来的工作，我想可能会持续的成长，会持续成长。我记忆中，台湾的这个高水准的文艺表演团体曾经来过加拿大，比方说云门舞集，还有前两年还有一个我不太记得是一个舞蹈团，也是现代舞蹈团来这边表演，这个受到欢迎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评价非常非常好。像这一类的高水准的文艺团体哈，是不是今后能够透过 Tech Office 向国内反映哈，这个希望多一点来这边，这个可以加强一下加台之间的这种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这个我想大家侨胞都很期待这方面。有，的确台湾在文化层次上面啊，这个水准是非常的高。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是今年年初有个泰古塔，泰古塔舞蹈团，是的。事实上还有就是有这个实验合唱团，今年也有来实验合唱团，还有布袋戏团，这些水准都是非常高的。我想这些团体除了这个团体之外，事实上台湾还有其他各种丰富不同的团体了。我们会朝这个方向邀请或者是建议国内的，能够多派这种高水准、高这个品质的团体到我们多伦多来，能够让这边的这个华侨也好，主流社会也好，能够多认识我们台湾这个丰富的这个文化。另外就是多伦多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活动，就是他们这个电影节，对，电影节，每年一次的每年电影节。往年呢，我们台湾也有很多很有名的导演，就是电影呢来参展，也得到大奖。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们也会鼓励或者是建议台北能够多多参加这边多伦多电影节的这个活动。是的。现在这两天马上就到圣诞节，新年就到了。那么处长你是不是愿意这借着机会向台湾在这边的侨胞，还有海外其他这个很支持台湾的这个华人表示祝贺，要不要讲几句激励话？好，谢谢你做这个机会。第一呢，当然要祝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不管是从台湾来的，祝你们元旦快乐，然后新的一年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也祝我们电视台这个生意欣欣向荣，收视率节节上升。各位观众，
我们很高兴啊、今天我们访问到这个台北基金文化办事处的常宇立处长，那么他也介绍了 TECO Office 在这边的服务范围，还有他过去这些年来的工作跟服务侨胞的那种辛苦。那么我相信 TECO Office 在这个各位啊侨胞的这个支持之下，一定会能够更进一步为大家做出这个很多服务，也祝大家这个佳节愉快，谢谢大家，谢谢常处长，谢谢。